王子走得快，一定有古怪。李佳芯做完嘉宾后凭空消失，为港政策为实不止。淘宝网购火枪让火警，四猫死，户主危殆。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0日星期六，我是米米。节目开始之前，首先多谢 CM Quark 的爱心支持。报道真相，争辩时弊，需要勇气，更加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 like、share、多些留言和按一下 super fans， 帮助我们一起撑下去。昨日节目报道，杜拜王子临门一脚肃杀，令特区政府沦为笑话。29日，杜拜王子的家族办公室再度发出声明，宣布办事处开幕发布会将推迟至今年5月下旬举行。有网友笑指，这个是中东式弹出弹入，搞到先讲啦。时评人冯希乾就分析话，王子走得快，一定有古怪。有杜拜王子之称的杜拜王室成员马克图姆，他的家族办公室29日再发布声明，称家族办公室需要推迟在香港开幕，开幕礼决定于2024年5月下旬举行。根据香港01收到的声明话，杜拜王子专注于亚联酋和亚洲之间的永续商业关系，旨在与商业和社会事业当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他的社会责任主要是将业务带到杜拜和全球市场。声明大赞王子是一位有远见的领袖，同埋致力于文化艺术。由于王子富有同情心的天性，同埋对激励他人的承诺，令到王子提出很多商业慈善倡议。他积极同国际组织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他鼓舞人心的领导力是有抱负的领导者的指路明灯。声明最后表示，王子认为在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只是为他全球公共服务的开始，他对香港政府的协助深表感谢。虽然声明将王子赞到天上有地下无咁样，但很多网民都不收货。有网民说，中东式弹出弹入，投资区区5亿美金，使鬼讲咁多咩？香港政府一星期开支都唔止啦，搞到先讲啦。时评人冯希乾就质疑王子的身份背景，南华早报记者要求马克图姆，即是杜拜王子确定是不是亚联酋总理的侄仔，但是马克图姆只是言辞闪烁地答，我是家族的一员，我敬重他，受他启发，感谢他的带领。南早在访问了两位熟悉亚联酋皇室的人士，都表示马克图姆只是执政家族的远亲，其中一位专家由马克图姆全名判定他不会是总理的侄仔。这样马克图姆到底是谁呢？冯希乾浏览杜拜王子的官方网站，发现字里行间确实露了不少的秘密，例如说官网只是得一堆虚无缥缈地描述他投资兴趣的文字，至于王子过往的实际投资记录根本是一片空白，不止投资的往绩欠奉，王子在2023年之前做过什么几乎都是一个谜。再查下去就搞笑了，原来这位杜拜王子之所以看中香港，穿针引线者原来是中东经贸协会的创会会长，有珠宝界中东王子之称的沈运龙。而沈运龙都是在去年才开始杜拜首次碰见杜拜王子。冯希乾说，今个月杜拜王子重游香港简直是如鱼得水，明明28岁一事无成，履历白纸一张，就是因为打着杜拜王子的旗号，就忽然被奉为上宾，和特首李家超会面，获得港府高规格接待。沈运龙背后的势力又是谁呢？冯希乾说，2019年7月，沈的传记由汤放少指导中东王子沈运龙出版，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屈永贤，而新书发布会当场还有梁振英出席，无独有偶，原定举行的杜拜王子家族办公室开幕礼，梁振英是拿头彩的嘉宾。由此可见，如果最后王子办公室成功开张，梁莹就立下大功了。可笑的是，杜拜王子偏偏好像阿根廷球王那样，最后一刻才宣布不落场，丢尽港府的面，亦都令香港再次沦为国际笑话。冯希乾认为，沈运龙和梁振英似乎有责任交代一下。有网友补充说，香港已经成功晋升为国际鸡棚中心，骗子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又要请人做嘉宾，但是尚在活动大合照时又要 P 走人，做法会不会肉酸了一点？讲的是职业训练局的智慧城市创新中心，日前他们邀请了多次传出被 TVB 以及大陆封杀的艺人李佳芯担任嘉宾，和获邀请担任嘉宾的还有林家栋。有些观众或者不是很清楚李佳芯是怎样被封杀，在这里简单讲一下。2019年，他因为在社交网站声援反送中，并呼吁香港人尽公民责任登记做选民，而遭到大陆五毛党的网络攻击，说他是港独。另外，李佳芯之前还在 IG 贴了一张倒挂国旗的相，并留言 Beautiful flag， 而持有嘲讽之意，相信这个是李佳芯被大陆封杀的真正原因。讲回今次智慧城市创新中心 P 图事件，话说智慧城市创新中心邀请了李佳芯、林家栋做嘉宾，但是有网友发现创新中心在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上载活动大合照，开头的相当中还可以见到李佳芯和林家栋并排企在中间，但很快贴文就下架。再次发贴的时候，大合照入面的李佳芯已经凭空消失了，怀疑是整个人被人 P 走了。Renews 就此事向职业训练局查询， VTC 回复查询时对是否 P 走李佳芯不置可否，只是回复说特色未有就公布活动安排信息的安排详细沟通，导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院校会总结经验以完善日后的活动安排。就是拿命 VTC 的回复，每一只字我都懂看，但是就不是很明白他说的什么。不单止是我一个看不明白，很多网民都表示个个字都识但不知道说什么，原来不是只有一个不明白中文说什么。还有网民建议他不如试试加入 DSE 中文卷度，然后问学生作者想表达的是什么，我想看看学生的答案。做得出不怕认，又要邀请又要影相又要 P 走又要被人发现，好肉酸啫。有图有文有报道，这样都叫误会？你咪当人傻先得假，不如你直接说有员工乱改图摆了张错的，已经分析了个员工，那咪算咯。复活节长假29号开始，不少港人北上，朝头早上水站外已经人头涌涌，人龙一度长达200米，直至上午10点已经有超过280000人次出入境，当中出境占接近240000，入境的只有大约42000人次。港人蜂拥北上，震惊了深圳的市道，本港零售业就叫苦不迭。早前中央表示23条后将会有更多的惠港政策出台，难道是口惠实不至？入境处估计整个复活节及清明节假期将会有950000人次经陆路出入境，而29号是出境高峰，罗湖是最繁忙的口岸，港人北上，本港零售业叫苦不迭。早前中央放话清23条后将推出更多的惠港政策，本地政商界亦都期望更多的大陆旅客来港消费，刺激经济，增加内地自由行城市，恢复并扩大1000多行乃至开放月车南下，均可成为选项。如今23条已经实施1星期，惠港政策仍然未见踪影。有报章专栏作家透露，中央对扩大自由行、1000多行等的惠港政策仍然在研究中，而目前最大关注的是本港的旅客承载力是否足够，中央要测试香港的基础设施、通关、住宿、消费等方面能否容纳，这个过程是互动的。换言之，香港的旅客承载能力足够与否，是惠港政策何时实施、如何实施的关键。大陆人南下消费受限制，这边上港人却大举北上。早前有报道引用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统计，2023年单计港人在深圳的非现金消费总额就超过了86亿人民币，按年急增约70%。深圳市政府都顺水推舟，陆续推出便利港人来深消费的政策，但是香港商家就等不到足够多的内地游客。这个或者就是中央想要的结果，南水北上，北水北南下，所谓的惠港政策当笑话听下算啦。
3月29号清晨6点几，东涌裕泰苑御英阁一个单位发生火警。火警指58岁女户主是用大陆淘宝网购的火枪煮食时，怀疑燃料意外泄漏引发火警，女户主已急烧伤送院，目前情况危殆。消防员在涉事单位救出4只猫，可惜抢救无效，证实死亡。火警造成该大厦约140位住客需要疏散，其中两名分别是80岁和65岁的女街坊吸入浓烟不适，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前者情况稳定，后者已经出院。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同电火安全有关的梗是不会用淘宝啦，听说反煲爆炸都会怕，根本任何电器煮食用具都不应该买中国制造。亦都有网友表示，消委会快啲做测验啦，其他国家嘅产品如果出现问题，少少嘢就吹到大一大，但中国出品嘅就永世唔敢得罪。好啦，今日嘅香港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睇，祝大家周末愉快。